是这样的，它就是先把这个把它撕掉，这就等于已经干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就这样把它撕开来，等于就别让它堵住了。啊。然后我把碗放到这儿，你看，就是从这儿弄，看一搁它就出胶了。啊，它大概刮多长时间？就是刮的，把它顺着刮上去就行。我这个还得给它那个轨迹啊再深一点，不然的话它会掉下去。是用这一面吗？啊，是。这样，这样。哇、哦，你看，你看，立刻就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就别太深，因为太深会伤到这棵树。那我不能割哎。因为这周身很容易弄很深，好冷啊！救命啊！没有没有，我笑了，对不起。哇！出了吧，出了，好神奇，是不是？顺利吗？还行哎，真的是割完它就自己流出来，好厉害！哇，这个真的轻轻捅一点它就有了。它就自己流出来。哇，就这个顺着流下来，哇，惨惨，太难了。它那个粘的太死了，撕下来。碗还坏了，毛老师，怎么了？你还活吗？我说他没有掌握技巧，太难了。就把它，对，先扯。然后就顺着它之前那个痕迹给它划一个平行的口，一面贴着这儿，然后往里这样杵它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这个角度，慢慢戳上去。哪个？你看这个深吗？不深吗？你这弄得很好哎。你看对吧？那是这个吗？嗯。是这个意思吧？嗯。弄一个这个弄出了好几条道路，给他。嗯。大自然太神奇了。可以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先干到这儿吧。好好好，走走走。假如有谁能回头，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凯旋吗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这四季以来最治愈的一个那个感受，它就是顺着它那个边儿再刨掉一层，然后那个胶就呜就顺着那条线往下滴，哎呦，太治愈了，太棒了。